每组成员凭借演技获得不同大小的脸盆。公主在十秒内连续扫开三张桌上的物品，骑士用脸盆接住物品，最先接到八个物品的队伍获胜。获胜的前三位公主可获得礼服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说演什么我们就演什么。吵架，吵架，吵架！你吵架，吵架！愤怒的公主，我不会生气啊！愤怒的公主，来，每一队派出一位来抽签，决定你们的演出顺序。抽签了。来吧，第一组准备。这怎么演啊？好有压力啊！没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怎么演？我跟你说，你演完之后，我们更有信心了。儿子，加油！鹿晗，鹿晗，你来个赵四。哎，志豪，你来个赵四。是吧？赵四是谁？你学个赵四跳舞。来，准备。放手！你别走！你给我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你别走！你长得特别像，你别走！给我放手！我跟你说过，我们俩不合适。我们俩还没拿到门呢，你不能走。不行，我妈跟我说了，我妈不让我娶姓马的。姓贾的怎么样？我改姓朱，我改姓朱，姓朱。那更不行了。那你妈让我姓什么，我就姓什么。必须是动物吗？必须是动物吗？真的，蛮好的，在一起之后生了 baby 叫马路。中盆哦，还行。哎呦，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放进去了两个，放进去了两个。他多拿了一个。放进去了。没有啊。他没有。裁判在这边。你干嘛在这儿？失败。你配不长这么帅。怪我啊。你凭什么长这么漂亮？哎呦，这玩意儿这么夸的、啊！你凭什么长这么漂亮？你瞎呀！我就是瞎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！笑场，小鹏。我这好难啊！失败。请第二组王祖蓝和王穗。真的能把睡衣都穿得这么好看的只有你了。来准备。邪门儿，邪门儿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你去找他。我真的好爱你。哇，你好瘦哎。哇，腿这么长，这么瘦，这么白，吃不胖，你还要找他？你去找他。我真的好爱你，你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好辛苦啊。你好辛苦，你跟我在一起辛苦吗？你跟我在一起辛苦吗？在一起。一下就知道他在家里的地位。哇，这个太浮夸了，这个大盆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
远一点！哎呀，还蒙小猫呢。对啊，失败。我觉得两只手不行，你就得一只手，走到这儿。一只手啊。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对，要有点弧线，而且要保证它的东西更集中一些。来，准备，我们这个续集比刚才那个更好看，真的，我是一样的开头，一样的结尾，还有一样的过程。来，准备。大碗你看。你看，你送上去好好这边高兴，我你大毛腿，我叫亚玲。跟你说，我不是泰国来的。梦见的，小不看了尿尿，不你看了上微博的。这个很太牛了，这个很。叫你被祸害了，搬到岛内木镇生女腾腾用人了，难怒抗岛呢，难怒扎坑，包括了困国了，但你记得死都死的都死到呢，死都死的都死到呢。你在说什么？那何穗说的是温州话。哦，还不大盆啊，还不大盆，大盆，大盆，大盆。语言就打喷了，你每次都是打喷，你还接不着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下一个国家马来西亚。失败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有下一个国家了，好不好？请第三组。我们这段表演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起源于十九世纪。我们演的是双簧。演的什么？古装。双簧。OK。看什么看？来吧，看啊！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里是？帅，你好帅！我你帅的，我要抽我自己，我打我自己，我打我自己，我受不了。徐徐李志，好累啊，好可怜了，我觉得你们，我好可怜，我打。我怎么你让我静静的看看你？让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受不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哦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！我要为他，我要再劈，我看他也劈叉，我要再看他也劈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我要为你劈个叉，我要为你劈个叉，劈个叉，劈个叉！我要放弃的尊严，小小的人相爱的说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劈叉，千劈我要为他劈个叉，我要为他劈个叉，大鹏啊，大鹏，不要着急，悠着点，哦，悠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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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哇！哇！要走进来！
把刚才偷偷扔进去的三个都拿出来。我就拿了一个，我就拿了一个，我就拿了一个，我就拿了一个。失败。来，准备。哇，还有戏，有戏，超哥有戏。超哥生孩子。来，准备。我是不会出来的。不是，我跟你排练的时候说，一定要打到头上，一定要打到头上。林云，我教你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对。来，陈哥，你再教一下。来来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镜头在哪里？大盆，大盆，大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够了。没有没有，同步一点，同步一点。一定要打到头上，不打到头上没有用。我怕娘娘骂我。不会的，这现在压力很大的。你压力大，再演下去压力更大。恭喜通过。谢谢导演啊，我感觉要犯了。谢谢谢谢，来 please。这就是释放自我。好了，第四组。陈赫像一个特别胖的女孩，穿了裙子。来，我们准备。你为什么长那么帅？怪我了。你为什么长那么漂亮？怪我了。王子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不走，请你留下来。你说吧，我怎么才能把你留下来？我怎么才能把你留下来？啊咋嘿，啊咋嘿！不要说了，你怎么再见到我？跟你说了，王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，你解释，现在给我解释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解释。哎，再给你们一分钟，真的有点尴尬。我现在就给你解释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怎么了？肚子里的孩子是谁啊？吴克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我只是晚上吃多了。吃多了肚子能那么大吗？你说我，你说我，陈赫，你看你现在站在什么地方？你站在公主的位置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老娘们了。你这样出来就算了，你还穿条裙子，你还在这里跳芭蕾，你干嘛？我是得不跳，不跳，内心空啊，内心空啊，空啊，啊，大盆，大盆啊，这是大盆，什么内心空都大盆？你给我走开！别说了啊！你给我。走开！走开！哦，不行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
没有没有，那是一个。六个。成功。哇！今天我们不用再演了。尴尬话都犯了，我告诉你。再演下去，这地就裂开了。但是，我觉得，作为史上的喜剧的 number one， 我觉得你们应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。好了，第五组。哎呀，来准备。今天是演愤怒的公主。可是我们的公主因为想睡觉回家了，只剩下王子，怎么办？是双簧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自从参加跑男这个节目以来啊，我的粉丝量呢也涨了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跑男里面长得最帅。颜值最高的，头发量最多的，当然了，也是身材最好的，我还可以给大家跳 Michael Jackson。对，除此以外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特长，比如我舌头特长，比如我门牙特长，我这个人其实我的右手有点残废，我平时右手就不太举得起来，我的右手举不起来。大盆，稳定稳定 ，baby。我还没有准备好啊！配合，两人配合，看准再打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了？别说话，你吻我。大盆。Yes。Baby 犯规。好配合。了那么多巴掌，闻了自己的鞋子，给这段表演掌声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第六组，他们刚才聊出一个电视剧的长度，准备。自打我入宫以来，皇上对我恩宠。我说皇上你要啥词来着？雨露均沾，雨露均沾。但是皇上就宠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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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宠我。皇上，皇上，搞开！走开！为什么要走开？为什么要走开？因为我现在不喜欢你了。为什么不喜欢我了？为什么不喜欢我了？好可爱呀！因为你泰文说的不好。泰文说的不好，我可以重说。那你说一句来听听。你奶奶很好，你奶奶很好。快点给个盆吧，给个盆吧，大盆，给个盆吧。大黑牛被逼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哦，过了。
态都很好，恭喜通过，太不容易了。